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威廉浩科普小天地。这是一个您我都需要科普新认知的频道。本次的影片要和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中年失业心情如何调试。当中年人突然面临失业时，会感到特别的挫败、沮丧和焦虑。其实不瞒大家，作者自己前几年也面临到中年失业，也有领政府失业救济金。但其实这个阶段也是人生中转换方向的契机。今天我们就来一起探讨如何调整心情，面对中年失业。在这同时，若您喜欢这类的主题影片，麻烦请订阅威廉浩科普小天地，以及开启小铃铛和按赞，我们会不定期的更新及推出新的影片。第一点，坦然接受现实。失业是一件非常常见的事情，而中年人失业的可能性更是随着年纪的增长而增加。失业虽然让人感到挫败，但要找到新的工作，首先就必须坦然接受现实，不要过分悲观或否定自己，只要保持积极的态度，寻找新的工作机会，就能够克服失业带来的负面情绪。第二点，重新定义自我价值。失业会让人产生自我价值感的下降，尤其是对于中年人来说。但是我们必须要明白，失业不等于失去自我价值，你还是一个有能力有价值的人，只是现在需要找到一个新的发挥价值的场所，重新定义自我价值，找到自己的优势和长处，这样才能更有自信的面对未来。第三点，寻找支持。失业不仅仅是一个个人的问题，还涉及到家庭和社会的问题，因此当中年人失业时，不要害羞或自卑，寻找支持是非常重要的，可以向家人、朋友、前同事或专业机构寻求帮助和建议，这将有助于减少焦虑和沮丧，也能让你更快地寻找到新的工作机会。第四点，投入新的挑战。失业可能是一个改变生活的契机，当你失去了一个工作，就意味着有机会去寻找更适合自己的事业和职业，可以投入新的挑战，进一步提升自己的技能和知识，这样能够增加自己的市场竞争力，为未来的工作打下更稳固的基础。第五点，培养兴趣和嗜好。失业带来的空闲时间，也可以让你有更多的时间去培养自己的兴趣和嗜好，这不仅可以缓解焦虑和压力，还可以增加生活的乐趣和丰富性。培养兴趣和嗜好也能够为你的职业生涯带来新的灵感和想法。第六点，学习新技能。当你失业时，也可以考虑学习新的技能或进修，这不仅能够增加自己的市场竞争力，还可以让自己更加适应现代化的职场，可以利用网上学习平台或专业培训机构来学习相关知识和技能，这样能够为未来的职业生涯打下更稳固的基础。第七点，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。失业可能会带来焦虑、压力和负面情绪，但是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是减轻这些负面情绪的重要途径，可以多运动，保持良好的饮食习惯，定期与朋友聚会或参加社交活动，这样能够提升身心健康和士气。第八点，积极寻找新工作。最后，当你调整好心情和状态之后，就可以积极寻找新的工作机会了。可以利用网上招聘平台、人脉关系和求职顾问等方式寻找新的工作，也可以主动向公司投递求职信和简历。寻找新的工作需要耐心和毅力，但只要积极寻找，相信你一定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新工作。失业可能会让中年人感到沮丧和焦虑，但是只要调整好心情和状态，就能够从中找到转机，可以重新定义自我价值，寻找支持，投入新的挑战，学习新技能，培养兴趣。好了，本次影片就到这里了。如果您喜欢这个影片，不要忘了点赞并订阅我们的频道，以便获取更多有趣的科学知识和教育内容。我们将会不定期推出新的科普认知给大家。谢谢大家的收看，这里是威廉浩科普小天地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